其实我就觉得说现在的电影里面呢、很多都是很负面的故事啊，一个黑道片都血腥的暴力，也是看得让你心情很沉重、那么我喜欢拍这类型电影，我就想说应该可以观众有多一个选择吧、就是说如果你不想看那种 很负面的那种，那你至少有一个温馨的，至少你看了之后你心里面呢会觉得很开心，而且 你全家人坐下来一起看有压力，就大家看得开心，又可以看有些情节是跟大家自己相似、我觉得这样的影片、不但能够帮助到人，而且也可以这个强烈的效果。我拍这个霸凌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是网上看到很多霸凌的事，看得真狠。那么拍这个戏的时候呢，其实要找这个女生来剪头发，这个费很大的功夫。因为呢，我不知道原来女生对头发呢是这么的强烈的一个反应啊。我们面试了几个人，觉得他们已经符合了基本的要求，然后跟他们讲剪头发，好几个人就一个就不要。后来的这个呢也花了蛮长的时间挣扎、又哭啊 又安慰啊，就是然后后来就说，我说那不要紧，那你就自己决定。然后后来他就说他还是要来，因为他不想说有一天坐在戏院的时候看那个戏在演的时候不是他，他说他一定会更后悔。那我说好吧，那你就决定，那就演。那在当然在演的时候呢，就他也很挣扎，看他很挣扎。不过呢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把你来个假头发给你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弄了一个假头发，至少他剪了一段，剪他还有一个短的假头发。同学们还不会觉得他怪怪的，因为脸是光头神奇。然后，在拍的时候呢，他很突兀，我觉得很突兀。看在影片上面感觉到，而且那些拍摄也不能够太多个镜头，就是。看到他的表现，我想，他的这个表演牵动了多人的心。然后我就记得很好笑，就是拍那个戏的时候，那几个女生打他来剪，那我们就踩他的脸上。然后呢，那个女生呢本来就没有常常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他妈头发要剪的时候，他还是有眼神看着我。那我就看着他，因为机器在跑，他看着我，那我就哎呀，看。我是意思是说好听啊，结果他以为我说咔，他就把头发剪掉了啊。我觉得老师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在孩子，当然他要看这么多孩子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因为他经常接触，如果老师本身呢也能够很用心的来帮助这些孩子，肯定这些孩子会更没有人呢来帮助他们，会更好。那么老师本身他们的天职就是教育。我是觉得说，在老师群当中，可能有一些消极的，但是肯定会有一些积极的。在新加坡，我们呢最近有什么教师节，有很多很好的教师也是有奖。感谢他们的学生的付出。那么有些时候这很难讲，就是有些老师呢，他真的愿意好好看着那个学生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学生他会从不好的转变。这个我们私底下也提过很多次。马来西亚不累，新加坡不累，OK， 什么不累。